终于把这个健身系列嘅 workout 啦，今次咧就会同大家拍一个 HIIT workout 高强度嘅间歇训练。最近我哋冇办法去专门做 gym 啦，呢一个训练内容咧其实会有 A、B、C 3 set嘅 ，set A 咧就系 warm up 啦 ，set B 咧就系 focus 住我哋脚部嘅一啲 HIIT workout 动作，而 set C 咧就会系腹部同埋心肺功能嘅一啲 HIIT workout 动作。咁成个训练咧要因自己体质而异。依家我哋做嘅呢一个 workout 好简单嘅啫，我哋第一个 warm up set 咧就会系连续三个动作30秒去做嘅。之後 set B 同埋 set C 咧，每一個動作都要做20秒，唞10秒，20秒唞10秒。set B 同 set C 之間咧都會有一次休息嘅時間嘅。咁如果你唔足夠時間休息，你可以自己再喺側邊飲夠水 ，OK 啦，先翻嚟 get back to us together。不過記住喎，因為我哋長期處於一個高強度或者幅度比較大嘅動作，所以唔好一下子灌太多水。其實嗰啲水夠你濕一濕喉嚨，飲咗少少咁樣就 OK 啦。如果啲動作咧你唔可以跳得好犀利嘅，咁你就可以係踏點踏點代替。又或者做嘅時候真係突然之間好辛苦咧，你就可以暫停自己休息，可以去飲水等等嘅。咁所以就唔好太搶錢。如果唔係嘅話咧，就跟足我個步驟，我哋一齊挑戰自己啦。HIIT workout 咧，佢好就好在於我哋可以喺短時間內刺激到我哋嘅心肺功能啦，而且咧可以將個強度最高提升到。咁如果咧做完之後記住要補充翻相對嘅營養啦，同埋咧記住要呼吸。做任何運動嘅時候咧，我哋一定要呼吸，同埋我哋嘅動作要啱。你一間做嘅時候咧，你都可以聽我講解一啲動作，盡量去留意自己有冇用啱一啲 body part， 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嘅。完曬成個訓練咧，我哋就會一齊 cool down 拉筋啦。咁我哋所需要嘅嘢咧就係一張 yoga mat 啦，因為我哋有啲地方咧係落地下做，咁就墊住自己嘅手踭，防止我哋受傷。我哋唔好再講咁多廢話啦，我哋一齊開始。第一個動作準備好未啊？我哋由 high knee 開始做起啦喎，1、2、3。然後咧，雙腳記住提高啲，係啦，盡量最快嘅速度。加油！先走。好，下一個動作 ，jumping jacks 呢個咧，一齊合啊，一齊合就 OK 噶啦。記住呼吸。如果你做唔到跳嘅咧，就可以踏點。OK， 繼續咯。我哋完埋呢個就下一個嘅 warm up 動作，就會正式埋下一個噶啦。好，下一個 butt kick 就係 focus 我哋咧，好似將個腳踢去 pat pat 咁樣，但係千祈唔好咬咗腰喎。控制住個人，淨係將只腳踢喺後面，幫一幫我哋嘅四頭肌。記住呼吸，唔好閉氣，唔好谷實到你嘅牙。3、2、1 ，OK， 我哋而家休息30秒啦。我哋30秒打後咧，我哋就會正式入我哋嘅 set B。咁呢個過程咧，可以飲啖水，而家應該 feel 到咧，成個人 warm 咗啦，啲肌肉都開始醒噶。飲水好重要嘅，你點樣都眯一眯。我真冇諗過會真係同大家拍片做 video 分享，希望我嚟緊可以考到呢個健身教練牌啦。大家準備好未？好，我哋 set B 開始第一個動作就係 squat jump 啦，好簡單。squat 落去，跳起 ，OK， 我哋会 keep 住做20秒，然后唞10秒嘅。加油！3、2、1 ，OK， 唞下啦。OK， 我哋记住咧，做 squat 针嘅时候咧，尽量可以去到低少少先跳起 ，OK。2、1，去到低，跳，跳，如果真難得呢 squat 企翻直，
squat 企翻直就得啦。如果唔系，继续跟我，跳起，三、二、一 ，OK。最后一次啫，我哋咧 set B 嘅每一个动作都系重复做三次就落下一个，每个模式都系做二十秒，跑十秒嘅。OK， 开始，记住呼吸。加油啊！如果好攰就好似我咁啦，专注 squat 起身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OK。做完，我哋终于做咗 step B 第一个动作啦，系咪？然后而家落下一个，下一个咧叫 ski jump， 同 squat jump 差唔多嘅，好似滑雪咁，两边去左边、右边 ，OK， 一样，呼吸。记住个腹要收，系啦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OK，keep 住做啊！我哋咧依家如果跳唔到嘅，而家可以跟呢一个 version， 呢个 version 简单啲嘅，开始踏出去 ，turning， 踏出去 ，turning， 呼吸。盡量落低啲喎，你唔好咁樣咁就完喎，真係落曬去，上嚟，落去，上嚟，三、二、一 ，OK， 第二 round 完咗啦，仲有一 round， 加油啊！就係辛苦先開始練到嘢嘛，刺激下自己 ，OK， 咁我哋正常跳翻啦。三、二、一 ，OK，OK。Set B 第二个动作做完啦，我哋而家 Set B 得翻一个动作就系 lunges， 行往上跳，好简单，向前落去啫。右脚上完去，左脚重心咧唔好去好前 ，keep 喺中间嘅，落去，上嚟，落去，上嚟，继续呼吸 ，and 落低啲。加油！三、二、一 ，OK。平衡咧系要需要花少少心机。如果你平衡唔到嘅话咧，你可以两只手一齐摆出嚟嘅。向前，上翻嚟，向前，上翻嚟，呼吸 ，OK。慢慢，如果平衡到啦，变翻叉腰，自己攞好啲个平衡嘅。记住呼吸，就嚟完啦，忍住，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OK。Lunges 相对嚟讲非常简单，只不过我哋系单脚去做，咁本身个平衡性要好啲啦。最后一组喎，挑战下大家，我哋今次跳嘅一、二，如果唔得嘅，一样原地得啦。OK 嘅，就跳 ，OK， 前面 ，OK， 有冇问题？继续，三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OK，Round B 完咗啦，我哋而家先休息三十秒啦。其实咧，有好多人成日都话，一如我屋企真系唔知做咩运动，其实喺屋企可以做到好多运动。再唔系咧，我哋除咗啲 heat workouts 咧，你哋可以买一啲 dumbbells。喺屋企自己做負重都一樣可以，因為特別係女仔，其實我哋唔需要話玩太重，其實都可以好刺激到個腹肌啊，或者手臂啊等等。好，我哋而家 set C 開始咯喎，第一個動作 burpees， 係 ，OK， 俯卧撐，跳起，如果唔得嘅，上嚟得啦，跳後翻返嚟，企直 ，OK。可以嘅話就喺脊椎嗰度跳起，三、二、一 ，OK。
好好嘅全身動作嚟嘅。如果跳唔到咧，跳唔起咧，就咁企身 OK 噶啦，繼續加油，開始。
收緊個 core， 一路 hold 住。你係要 feel 到你個腹部係持續收緊嘅狀態，唔好越做咧個人越撇或者越挺。落實 contract， 心諗住其他嘢分散自己注意力，諗下音樂做完運動，食啲咩補充好咧？今晚睇啲咩劇咧？一陣間打咪機，我哋揾啲嘢 focus 下自己，分散下自己嘅注意力。去到呢一度已經好叻噶啦，你哋至少你唔係喺屋企打機咁過啊！時間嚟做運動幾好，加油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OK， 慢慢落去先。手伸直，然後雙手撐直，慢慢下身壓落去嘅。但我哋諗下將個人撐起。慢慢呼氣，呼呼，哇！要放鬆翻啦，追個人壓喉，呼吸，我哋唞五啖大氣啊！好叻啊！我哋做完啦呢個高強度嘅運動，你哋感唔感受到咧？做完運動釋放出嚟嗰一種安多芬後幾興奮，即係你覺得自己 accomplish 咗一樣今日自己好想做嘅運動啦。然後覺得有一種愉快的感覺在度係好好啊！所以我咁中意運動就係咁解，每次做運動自己都好開心。呼氣 ，OK， 慢慢將個人坐喺後面 ，OK， 都係一樣吸啖大氣，呼氣放鬆，壓落去放鬆，大家一定要記得。做完運動一定要 cool down 嘅 ，OK？ 好，我哋慢慢企翻直，好，將我哋右腳放前，係啦，然後咧感覺將我哋後面後腿前面呢個位壓落去，呼氣得㗎啦，放鬆。記住用個鼻吸氣，用個口呼出去。好，慢慢向後，放鬆呼吸，然後我哋而家慢慢轉去另一邊啦，轉過去啫。啱啱邊一隻腳喺前面，而家放喺後面一樣。呼氣，我想知道咧，而家睇緊我呢個 video 嘅人咧，有幾多人係？第一次在家做呢些 workout 啦，有冇人是第一次做？因為其實 hit workout 唔容易喎。如果你啱啱都可以跟住做到，要俾個 like 你哋喎，真係，因為是辛苦的其實。但是往往佢可以比起你長跑一個鐘，佢 afterburn 嗰個效應會更加好，同埋好翻好多咯。你喐動，唔會只係 keep 住跑嗰一個鐘。呼氣，呼氣，慢慢。拉過去，放鬆，閉埋，放鬆，打開個人，然後去另一邊，呼氣，OK， 慢慢打開，而家兩隻手舉起，放在前面，然後拍手俾自己。今次咧呢一個 keyword out 咧就去到呢度啦。如果你啱啱未拉筋夠嘅話咧，可以再花多少少件時間繼續去拉筋嘅。嚟緊咧我都會開始拍多啲唔同嘅 workout 系列啦。多謝你今日咧冇喺屋企 hea 咗成日，而係抽咗可能四個字同我一齊做呢個運動，其實一個好好嘅行為嚟嘅。持之以恆，其實運動嘅習慣咧就係咁樣養成噶啦。日後如果你想見多啲我拍唔同類型嘅 workout video 啦，你中意嘅話咧。
可以留言俾我話俾我聽，或者話俾我聽有啲咩新嘅 workout 想我教你哋做，一齊分享一下。如果你都中意我今次嘅分享咧，就 like 呢個 video 啦 ，comment 呢個 video 啦 ，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，同埋 keep 住 follow 我嘅 Instagram、Facebook 等等，我都會 keep 住將我嚟緊學到嘅關於健身嘅知識啦、做運動啦、跳舞啦，或者啲打拳嘅運動分享餐單咧 share 俾大家，咁希望同大家一齊 build up 到一個健康嘅 lifestyle。大家一起同我做運動啦！咁今次呢個 sharing 咧就係到呢度啦，下次見啦，一起做運動啦，下次。